有开始吃之前，我们应该要尝试它的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你刚刚是什么？哇，今天我要各种姿态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今天的嘉宾呢，会是我们马来西亚第一名模 Amber Cha。我们欢迎他。Hello。见到她真人是非常的漂亮，没有丽表也很棒。你刚才在干什么？走猫步吗？我想说你是名模嘛，所以我一定要练习一下那个姿态。如果你真的想要学猫步的话，有时间的话我教她好不好？好啊，好啊。好，刚才那个不是很宝宝不要学哈。那今天我带你来到阿龙哥海南茶呢，因为这边的这个烘面包跟海南茶是非常非常有名的，我们就进去吃吧。因为说起来我肚子也饿了，真的很早起来。好，我们就进去啦。我就叫了四个款式，这两个是主打的，好好吃，你一定要尝试这一个。但是还没有开始吃之前，我们应该要尝试它的海南茶，好香，对不对？它有点像鸳鸯的感觉，就是咖啡跟茶合在一起的那个味道。然后呢，它那个炼乳的香味，喝下去整个就很顺滑，很好喝。嗯，我迫不及待想吃它的这个烤面包。很脆，对不对？它真的是一咬呢，它的整个感觉就碎掉，然后融化在嘴巴里面，很酥脆的感觉。而且你看它的牛油，还有那个它的咖亚，完全不吝啬了，厚厚的一层。这个呢有一点点不一样，因为它是比较厚的圆形的。嗯，吃下去的时候，那个奶油就会沾到嘴巴。对，然后你还要这样子舔一下。嗯。好吃，很贵，它很贵。我想试这个薄饼，听 Amber 说它这个也是有十多年的历史，是姐妹薄饼，姐妹，对，好脆哦，它里面有个脆脆的，它的脆脆的吃起来很像猪油渣的感觉，但它不是猪油渣，它是用面粉炸的，那个口感很脆，很好吃。还有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是酸辣面，嗯，而且它很多料，这个酸辣面你看它吃到应该是不错，它不会一下子很呛嘴里的，那个感觉很好吃，因为它是用那个 Maggi 面，然后再配那个酸辣的味道。那我们吃了这么多种，我已经数不到了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8种，你最喜欢哪一种？我自己偏爱的是那个烤面包，然后还有这个薄饼。我跟你讲，因为你早餐带我吃那么丰富呢，我觉得午餐我一定要回报你，但是我先不告诉你是什么，等一下你跟着我去吃就对了。也是你最喜欢去的地方吗？对，是我找到一个很特别的午餐，所以我想带你去。好，那我们就尽情期待吧，我们就一起尽情期待吧。好，我们真的要大口大口的吃啊，跟大家说拜拜先，拜拜。